绍一款这一款素面的 T 恤，就是我身上这件棉 T， 它总共有五个颜色，然后我穿的是这个是玫红色，然后它还有深蓝色，然后跟基本的黑跟白色，嫩绿色，对，绿色的。然后不想要穿那么宽松的女孩的话，可以选这一款。它其实到 L 号穿起来就是像我这样，差不多这样。我是小 L， 穿起来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它是做 V 领设计的，你有看到吗 ？V 领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露出一点点锁骨在这里，然后 V 领可以修饰我们脖子的线条这样。然后是素面的，然后这种素面素 T 其实很好，蛮好搭配衣服的，就像我搭短裙啊，还是你搭那个吊带在外面也 OK， 就当内搭穿也 OK。那它这边就是左边的胸口有一个做一个小口袋装饰这样。这一款的棉其实它的那个布料的话，就是一般的那种棉的弹性，就是没有到什么超弹啊，还是没有弹性这样。长度大概是这样，就算一般的长度，就是没有盖过整个屁股。然后到 L 号的话，其实就是比较就像就比较合身，但没有到很贴身型这样，啊也不会太宽松，这种蛮好搭配的。五个颜色。